天是2月15号，现在是初六，哎，开工的第一天，我们来的黄色小鸭鸭，哇，这很近距离，这非常近的距离，嗨，嗨，哇，鸭鸭旁边有灯光秀，对，昏昏的，黄黄的，小鸭。有好多人在拍照，鱼在光荣码头，哇，后面也有矿泉百货，我们住康桥，康桥饭店，走路过来不到2分钟就可以看到，哇，很漂亮。